怎么有个醉汉走过去？在录影了。对了，变两组而已。对呀，因为到澎湖太辛苦了，但是没有人家NONO也有来。旁边有人丢啥？喂，笑诶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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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哦哦！来来来，太难了。 这一下掉进一些火山，立托安布雷拉，快来呀！来，大家都一样。哇嘞！哇哦！哎呀，厉害了！我们今天来到地方就是澎湖。真的大家？哎呀，真的！喂，不是啦，这里是澎湖的了吧？澎湖哈。对呀，来今天来宾那么精彩，好好介绍一下我们的 Energy。 大家好，还有。哎，怎么今天只来三位啊？ 啊，了解了，因为团体啊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。好了，没事，了解了，分分了。那个小刀是因为他挑，腰了，我敢还啊，没有没有，最主要因为他们当中有人去拍八点档连续剧，就是刘根红嘛。 所以呢，这个还有，谢谢，啊，对，这是康哥的，这是最新的CD，谢谢，希望好好给他加油一下，大卖，怎么感觉越来越，对，你那个雨伞要破了，对呀，那观众他很废啊，我们这边还有 Stella。 哎呀，唱片好好听的了吗？谢谢，好好听啊！他打歌打到第几波了？第二波，西班牙狂想曲。真的吗？你会觉得热吗？热。你会觉得人心很可怕吗？热，真的吗？可以躲到这边来吗？对呀，真是的。你看，这样才公平嘛。那么还有我们的王宇杰。 你刚来了，好热啊！对呀，哎，这个还没有问，最近是在宣传什么？最近在做一个就是节目，好米的故乡。声音还是很小声的哦。好可爱。对对对，好米的故乡，然后是帮政府推广米，所以请大家多多指教。哎，好米的故乡有没有？台湾的米啊，全世界最好。有名有名有名。那我们台湾米有没有光明？有，连米都被绑架，有没有看到？几米有没有？ 哦，谢谢你们懂我的幽默，改天轮到我们一起主持嘛。你的妈妈是谁？你的妈妈是谁？你的妈妈是胡老啊，糟糕，他花生米。那米的英文名字？黑厉害的，不是 Red， 为什么？花生酱。 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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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参赛者必须想尽办法以容易或谐音的接龙方式，将每一道食物的字尾接到下一道食物的字首，并且将每一道食物吃光光。当吃到第五道，裁判官会将谜底食物公布出来。此时，参赛者必须想尽办法接到最后一道谜底食物，直接吃完的队伍即可获得本周的超级大奖。本周县县队派出的是黄湘怡、武宗宪，康康队派出的是王宇杰、康康，诺诺队有舒伟、牛奶、阿弟、诺诺。还有我们的澎湖小美女，哦，厉害厉害，哎，来来来，来换宝贝啊！第一次上节目会紧张啊？是啊，对对对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小天使，今天的迷头社，吃少十颗面线。哦，十颗啊，只能吃十颗吗？不是，你只能吃九颗。哇，对啊，哎，冷气可以关掉了，好好，九欧了。
就是那个奇花色那个酒，好不好？第一名我们还送手机一支 ，Panasonic。Panasonic， 厉害了！我们这个从这边马上出发，我们让观众朋友在夏天的时候到哪里最好玩？澎湖。没有，在家里吹冷气最舒服。连你也叹气啊？是，好好加油，好不好？现在我们马上澎湖，我们来了，十字路口出发了。夏日消暑特别企划，夏日的澎湖最清凉，最消暑。如果你无法亲自走一趟澎湖，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一集的十字路口。澎湖我来喽！夜无限的滋味。全国收视第一的节目广告之后马上登场。我跟你讲，吃十颗面线就要在这边了。这个建筑物啊，有个老板我很熟，有没有？老板长得跟鬼一样的，那人他人哦长得不好看，但是他的心地更不好。然后听说他有杀过人，哎，在这个岛很有名。杀过人。然后旅客在这边失踪啊，警方怀疑是因为被他灭了毒手。那先跟你自己去哦。哎，请问一下，老板在吗？老板现在不在。老板不在、啊。对。那你是？我就是你要找的人。谁啊？就是老板。等等，有没有看到、啊？他故意隐藏自己身份，有你要找的人不在，然后我就是老板，那叫见鬼了吧？小心，好吧？小心。那个，请问一下老板哈，我们这里有没有那个酒哈？酒煮面线。国语怎么讲？十颗面线，十颗有啊，这里二十颗都有啊，真的吗？十颗，哎，你讲搞咩嘞？十颗就好了啦，我们两个食量那么少，九鹅就是啊，澎湖这边啊的特产，那边很热，哎，你站过去一点，你那么黑也无所谓了，对不对？来了，那我们去吃嘛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这个岛哈，好。其实我刚刚没有讲说，应该讲说欢迎您到我们这个澎湖显礁比基尼岛。那这一栋建筑物的话，就是你们中式的那个以前那个夏天的场景。陈林就在这了，回去我跟杨丞琳可以好好聊一下这个。那这个这一栋的话叫做那个巴黎米蔚蓝。巴黎米蔚蓝。那你刚刚要找的那个蔚蓝巴黎米啊哈？哎，刚刚讲的那个酒。我们这个岛最多最多了，酒上出名的。这么说来，这个老板倒还蛮啰嗦的。我一直叫他给我们酒吃一下，十颗煮米粉，你把拜托给他。好了，走了，我带你去了。行，你看，小屁屁还蛮性感。哇，你看故意裤管还故意把它撕开。你六十几岁，你六十几岁狗就会穿衣服，你知道他乱哈拉我们。而且这里的名字都取得好梦幻。对呀、啊，巴黎米蔚蓝。好漂亮。哇，哎呦，哇，你看这个屋顶也，哎呦，好漂亮。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在屋顶嗲嗲老的歌。喂，哇。哇，你根本就是岛主嘛！你看那个窗外的蔚蓝，对啊，哇，天哪、啊，你看，你就生活在这一边啊。对，不瞒您说，他隐藏了一个他很重要的身份，他没有跟你讲，他是我干爹，干爹。干爹啊，好久没有回来，变成这样子，是吧？哇，你这拜吼，干爹，你变这拜吼，无啦，我无要跪了，你嘛拜托，干爹，这拜吼，台北馆长吼，你出来算特动掉，稳掉，嘿，因为吼，收金冲，无做得着你啊，来，来这个，我们介绍一下嘛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全景啊全景啊，鸟瞰图，鸟瞰图。所以你现在懂了吗？你现在。在不一样的位置看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，你就不一样的名称，有没有？为什么叫巴黎米蔚蓝？就巴黎米咯，全部都绿的，只有这么一点蔚蓝，绿的比较多嘛，所以绿的会选上总统，蓝的就一点点就没有选上。这个我跟你讲，还有一点，连这个也拍到，还有一点，哈哈哈。其实你不是很怕狗仔队吗？怕。那我们这个整个岛只有一户人家，只有我这一户在这里的话，晚上都没有人。
啊，那可以，听说可以包岛啊。对对对对。哇，阿内惊讶，那做生意尽量不要来这里，哦，因为包豆了。黑博赶快包岛了，把整个岛包下来。对对，说不定你以后有机会要来嘛，所以说我等你看一下。有冷气太过分了，你这个贱，那个你这个见仁见智的朋友。你看多少无知少女在这里。其实你看到有机会来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哎，真的啦！哎，如果我住这里，哦，它疯掉了！哎，吹冷气，天哪，这个孤岛上面有冷气了，是哦，眼泪都快疯了。对，各位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灯？能不能先把灯关掉？我们感受一下贝壳灯。哇，好美！天哪，哎，有没有看到？哎，这贝壳灯啊，哇！对，那你先冲凉，我冲凉。不是。我是说冲个凉，我们好久没出发去吃蚵仔米粉了，哎，那蚵仔那个面线，对对对，好吧。哎，亲哥，这个时刻哈，哎呦，跟台湾的岛那么多来叫亲哥，对啊对啊，这他如果来跟笑脸，不是啦，因为我们这样我们会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因为一路上跟他开玩笑，啊，他是一个很好的人，是，对不对？很好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又叫我们亲哥，然后年纪还岛那么多，这真是很没礼貌。对对对，年轻人要学的，懂得敬老尊贤，因为在台湾这个社会啊，越来越不懂得敬老尊贤。好呀，今天这个是十颗吗？十颗，这个就是在我告诉你采的。我今天我等于是你的大哥，我宪哥来到这边，对，很开心，你弄这个来孝敬我。来来来，吃。刚刚宪哥说什么？啊，做人要懂得敬老尊贤。哎呦，皮呀呀，太好吃了。哎，那个球真的吃一点那个，我跟你讲，吃那个回去你会有反应，等一下你就知道。我在今天的酒桃在石头里面直接打上来，所以说吃起来会不一样。好了，太好，今天谢谢这个，谢谢他的，我们就赶快去找我们的那个。我也不懂，我再打电话回来问。好，好，拜拜，我们一起飞出去，一二三。都急，什么年代的还在乱飞的，用走了啦。走走走。哎呀，我们第一道菜啊。十颗面线，澎湖逃兵啊，艺术民宿，哇，很漂亮哎，好可爱哦。对啊，这是小鸭子哎，还有牛哎，那是牛，好可爱。哎呦，哎呦，吓一跳了。你好，老板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潘康，你好，我是王姐，我们可以进来参观吗？这是民宿啊，是，哇，哇，好漂亮。这么多石头都是你自己的，自己弄的。对，哇，你也喜欢石头啊？对对。哇，这是我们民宿的一个活动。一般的艺术家是很不喜欢人家打扰的，像你这么好客的也很少啊。对啊。你好。你好。我们要十颗面线。哦，好棒。来吧，那现在我们要怎么来画？那我们这边的特色就是说，我们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啊，比如说我有刻好了一些像鱼一样的，或者是像乌龟啊、猫头鹰之类的。对对对，想画什么颜色就画什么颜色。我们在这边就是很自由，每一个人可以依据他自己的喜好来去着色，其实就把它当作是在玩一样的感觉。像不像王大哥？我不是说王大哥像胡子，是这个感觉像王大哥，就是很有尊严，像这样干的吗？对。哎呀，还是不行，怎么跟你比呢？没有，我就是比较花俏的人。那我们可以吃？可以可以。哎，来来，你还要作画吗？没关系，我先吃。你看你要先。对啊。吃饱才有力气再继续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。哇，这个根本是让那个新婚的夫妻或者情侣来这边度蜜月的，这边还有画。对，是我女儿画的。真的，好可爱。哎，她继承父业啊。希望如此。对啊，你又有在教她嘛。自由，自由。啊，这个嘞？这个是我做的。哇，这个太猛了吧！这个取手绢，这个你看，好可爱哦，这也是。是我女儿捏的。你会幻想哦，啊，这边就是我们要吃的面线了。
敢吃吗？敢。它这个颗你等一下吃要算哦，看有没有十颗、哦。十颗。真的那么天真啊？这个是我们澎湖的那个石颗，石颗，石颗它是长在石头上面的鹅啊，野生的鹅啊。啊，这个。对对对对对 对, 對。看，嗯。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，先抓住他的胃。你的太太很厉害，哇，煮得很好。谢谢。嗯，我们赶快吃接下来一道菜。好。哇。高哥，我们一开始要吃什么？好，我们上来吃那个，那个吧。石颗。面线，好，九啊，一米八，这样子。哇，哎呀，看这个啊，十颗面线，十颗啊，哇，洗脸的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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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先，大家先来用米啊，啊，笑脸，哇，直接十颗看这里了吧，哦，有没有？对，里面就只有十颗这个而已啦，对，只有十颗啦，对对对，那如果你多到，就是老板送的，对对，一颗两颗，对，老板送。都哥十颗都被你捞光了，十颗都全部都捞光了，谢谢你啊！受不了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对，好吃哦。嗯，哇，好香哦，哇，好吃哎，好吃，面线好香，对啊。十字路口就这么幸福哈、哦？对啊，所以我觉得来十字路口最重要的两个声就是哦，对啊。观众朋友，如果家里没有影像，以为我们在做什么事情？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啊！我们两个已经喝完了，我们两个已经盯了。哎哎哎哎，你好渣哥，哎，有了有了，听懂听懂听懂。听懂还广告之后还有更爆笑的哦。厉害了，听说这个老板啊，哎，他这个人还真龟毛。那我们要喝芒果冰沙，他说我们一定要过这一关的、啊，绕一圈才给我们，咱们就准备出发啦。嘿嘿哎，哎，哎，我们要吃芒果冰沙。我们也是芒果冰沙。他说只有两杯，只有一杯。当然只有一杯啊。那我们也要吃啊。不是啊，他说我只要绕一圈就给我们喝冰沙了。现在既然有竞争者，我们就是两个下去比赛。哎，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见风转舵啊？啊，其实你是不是偷人啊你啊？没有啦，我也蛮挑的。喂，不要这么夸张啊！那芒果冰沙是很不容易的。讲快一点了，你那么讲的话讲那么久，好热，你知道吗？我了解你意思，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再绕场一周，谁先回来谁就。讲慢点，听不清楚。你先听进去，再慢慢消化吧。好。好吧。不会骑的话，两下就翻车了。来，妹子，我们去喝我们的冰沙。一人半杯啦，我们一人半杯。我没喝没关系。裁判，现在很明显的就是宪哥赢了，所以呢，这杯就是属于宪哥的。我们离那两个远一点。宪哥啊。
我这样都没关系，雨杰的雨杰可以喝一个来宾嘛，对不对？好好喝哦，你喝看，好好喝哦。嗯，哎，干什么？哇，冰冰的，好好喝哦。给一点嘛，对，没关系，一口就好了。雨杰可以啦。一口啦，对啦，就其实啊，我也觉得，其实他们两个很辛苦，也给他们喝一点。我你们还在笑啊？你们有没有良心啊？哎呀，但是我们两个已经喝完了，我们两个已经盯着。哎，你好脏哦！哎，有了，盯着。你看，走，不要理这两个疯子。我们刚刚也撞过了，赶快走。撞过了那。哥，我们再来比赛。这两个是第一次参加，快跑！走，走很。哎，牛哥，你皮包掉了，真的吗？哎，这谁啊？哦，抓包。红很熟嘛，哦，抓包，小泽源，不是的，还有电话，不要看了，齐贝通，这个是小甜甜啊。对，吉贝岛出美女，这是一段惨痛的经历。啊，没有啦，他小甜甜，他的这个吉贝啊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对哦。哦，小甜甜，你看，哎呀哇，哎呀，你看散呢吼，变个散，不能个散了呢吼，小甜甜。啊，好的，摩托车被救了。来，沙滩车啊，哎，有沙滩车哦，我讲来个有啊，我不来，讲，哎，对，好，来，哦，就拍呢，哦，我拍，一人骑一台，哇，太好了，来，啊，我当队长了，我骑有旗子的，好，出发啦，耶，哇，好玩哦，哇，很棒哦，好厉害哦。刹车啊！你吓一跳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你怎么了，弟？哦，拿八股出来啊，八股啊！上去！一二三，哦，可以。哦，还好吧，这下太用了，哎，不玩了。阿弟在干嘛？阿弟好怪，拖鞋烂掉。等一下，阿弟要拖鞋。拖鞋。好，刚刚吃完这个十颗面线，非常的可口，哇，蛮多的佳肴。对，这个线就很难接，你知道吗？我很少知道线的东西。线有啦，最常的就是现榨鲜果汁。现榨鲜果汁，对，或是现炒限量贩售的米苔木，这是我自己编的啦，没有这个东西。哎，绝对幸福冰、贝壳冰，哎，好可爱啊！你看，哎，什么东西啊？它怎么写这样？你看那边什么？限定贝壳冰。哎，贝壳加多了哦。哇，这是哪行啊？哎，欢迎光临哦！你用这个装哦，你这个是去哪里找的？哇，哎，你奶奶肯定嘛，就高堆呢。蛮好吃，好可爱哦！里面做可很好，哎，来，我有四个人八盘，八盘，好无啦，来，这先我吃，然后等直接，来哦，你们两个先吃没关系，马上来，因为我们两个比较大盘 ，Oh my god， 还有七盘，哦，哎，老板娘，你别来盖小姐哦，你那是谁料啊？你看有火龙果，老板娘，有火龙果，有发的，那给看，啊，这是凤梨，芒果，布丁，红豆，绿豆。冰淇淋，还有这个樱桃。牛哥，你们多介绍，我刚好提前。喂，给三阿内啦。我们出来还是要顾忌到这个观众朋友，我们还是要介绍东西跟他们说的。好。对，还有那个樱桃啊，樱桃下面还有冰淇淋。哦，樱桃，我最喜欢樱桃。对，哦，芒果哦。哦，不知道顾忌到观众没有？好好吃啊。哦，好可爱哦！哇，好热，吃这个冰，好热，发热。哦，电风扇，哦，电风扇。干脆今天既然都出到澎湖来出外景，对，吉贝岛啊是一个这个算是很棒的风景，这个区非常的棒，对啊，很漂亮啊，沿岸都很漂亮。这样好了，我们就来，我来这个当个那个 NB 的导演，因为我们这，因为刚好今天昆达没来，对，我就充当，我就这个
一日 Animal 好不好？ Animal 好好好 Animal， 那我就来选啊这首歌好了，听听看，来听听看。放臭豆啊！臭豆啊！臭豆鱼嘛，哎，臭豆啊，就不加了。臭豆啊，资生产酸菜。哎呀，澎湖这里最好吃的酸菜是他们自己发明的。哇，那个酸菜煮臭豆，天下第一美味，太好吃了。走走走，来带我们去哈哈。来来来，等一下哟，好，等一下。哇，哎、欸，你看这个港边就有港边的味道。哎、欸，这台是啥？这是长颈鹿哟。来来，谢谢。小心。哦，这钓准哟。哦。哎呦，阿弟阿弟，你敢来摘？会啦。阿弟，我来准备出来了哈、哦。来来来，太好太好了。你看，这个澎湖这边呐、啊，对，哎呀，这海域这个鱼有多少？你看。这个都是鱼，哇！哎哎哎，好棒哦！你看，你们这个海边吼、哦，哎呦，这样红哦，我来准备其他名嘞。无啦，是贵啊，只阿妈只来滚滚啦。滚滚阿娘吼，滚滚，很近、啊。这拢是咧龙湾市的，啊，这拢恁市的哦。哎呀，他隐瞒了他一个身份都没讲，他是我干爹啦。干爹，哈哈，都是他干爹，很多的爷啊，都是他干爹，好多干爹有没有？很多嘞，对，很多很多。哇哇，来来，到了到了。好，我知影，你讲我用鱼浪了对吧？啊，你我今嘛知了，对，提啊提来一下就是这卡对不对？对对。啊，咱们提起来提个看卖，这卡边哪用啊？这个。好，怎么弄？安尼，安尼吼。啊，拔起来吼。好，拔起来。哦哦哦。鱼浪在起来对喽。哦，这放饲料。嘿。啊，鱼都下底里缩起来吼。啊，这个该救起来，钩起来，钩起来，钩起来。啊，伊即马就下用迄滴饲吼。啊，即马找到所在放落去。好好好好好。啊，就该啊，即马啊，我有假饲料。鱼从这里进去，嘿，它进得去呢，它出不去，为什么？它有这个嘛。嘿，哦，哎呀，你撇咧撇咧，撇未出来，撇出来，你就难来，你难收起来，你就一个一网，啊，这个啊，一网打尽了，就在这哦。这个臭豆啊嘛，啊，海的，海的哦，海的脆味，脆味哦，啊，你个饲料多加是对吗？啊，没有，我也有带浪。哦，是吗？对，对，我也要。你也带一个浪。喂，这样可以吗？我啦，差不多。你恶不恶心啊？差不多。我现在没有。哎呀，我自己两滴两两次耶，啊，你两滴两。哎呦，啊，来点个酱啊。没事，没事。我所以讲吼，拍摄拍摄，新加坡来啊，都是。哇，那多起手哎，所以我有准备这种东西。有准备吗？开玩笑，当然是有这个东西哈，这真重要。咱用这款较紧啦哈，歹势阿都来滴。无啦，这嘛是阿爹娘煮的啊。阿边个你听吼，吼，你个看嘛，你听听吼。哦，这个错，你夹到到地吼，迄个臭豆啊，迄个夹的阿都才甲提起来呢。我听你咧，我别讲。阿爹娘煮的啦，那我别讲。来，那我们现在要把那个浪要拿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浪，来来来，搞啊搞啊，铁搞啊来搞搞啊，好，来来来来来。我要
个真臭毒啊！我跟你说，这都是台湾这假鱼，这款叫做象鱼啦。对啊，象鱼就是这样，象鱼嘛啊！各位，全世界最好吃的鱼就是象鱼，这是臭毒啊！来来来来，哎呀，厉害！各位，我们现在都坐在海上啊，欧力上来接了，啊，给欧力上的境外干爹，够赞的啦！天哪，各位，酸菜，哦，天哪，哎，这个酸菜鹅还是我们澎湖这边自己做的。对啊，对啊，这款鱼哦，无要过，再大个，那么大一个，慢慢，各位。要就是整条了、哦，你看这个鱼肉，哦，嫩是不是？哦，啊，你要问啊，你不敢吃皮哦，啊，你外行的，哎，我不敢吃皮啦，哈哈，哦，好吃啊，好吃，好吃，拜托了，真好，那我试试看，这鱼会健康吗？假鱼能假吧？假鱼头，假鱼头，八目，八目，八干目，对对对，假鱼头。哦，好赞哦！高大哥，他们这么厉害哦！刚刚去往的那个沙蟹，啊，多肉。嗯，好吃哦，好吃。哇，没有肉。别走开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大哥你好，你们要出船啊？对，我们要去大康珍珠岛。那、啊、我们可以一起去吗？可以，欢迎。那我们谈个小恋爱。好，谢谢。哇，可以哦，可以，那来吧，来，我来讲一个。好。动物篇。好。什么动物最厉害？狮子不是啊，怎么会是狮子？小狗。第一代是说飞，是灰熊。灰熊。因为灰熊厉害，台语叫灰熊，非常厉害。这个不好笑吗？有一点冷。那我讲那个最新的是猪。猪最厉害。因为猪算高手。猪算高手，所以猪算高手。好，我再讲一个。好。上帝要这个跟大家碰面，要联络事情，要找哪一个动物去联络？啊？不是啦，是狮子。为什么？因为狮去联络。阿爹，你早间拢叫你阿爹啦，阿爹啊，借问一下吼，是安那这个时阵拢停落来？咱要来下网抓蟹。哦。怎么抓？假上面抓什么蟹？沙蟹。我们刚刚跟宪哥喝的那个是什么？冰沙。冰沙嘛，对。对，那现在好沙蟹。沙蟹。阿内德乌啊。这个。阿爹啊。阿爹啊，你哪这样搞？这样就可以啦。你在忙啊，他这个网子放好几天了，三天了，然后现在来看有没有沙蟹，哇，一只小的，看到没有？啊，好大一只，紫色的。哎呀，哇塞，叫你去。我不拿去，那这是什么蟹？你小心，我也要夹。爱改扁扁啊，你安尼吃艰苦对吧？哦，我来。天，
还公的母的有没有看到？公的跟母的，搅在一起，两个刚好在干嘛？炒饭啊！你为了你女儿，跟他啊，你给他叼啊！几岁了还讲这种话，真是要死了！哦，这个网子怎么那么长啊？这个到底要拉多久？我们十字路口就在你拉网子，跟大家说一声再见。亲爱的朋友，这个礼拜再见，拜拜。哎，方大哥，哎呀，你多厉害哦！刚刚去网的那个沙蟹，哇，哎，尝尝看，味道不错。啊，这个所在哪？叫你啊，方便啊，这是什么吃饱小站？什么有？阿官家是大昌珍珠岛度假村，怎么样？味道不错吧？嗯。好吃哦，尤其是自己弄的哈。对啊，来，谢谢。啊，多肉。嗯，好吃哦，好吃。怎么弄的啊？刚才有运气，不光运气，是什么？还有油。哇，没有肉。赶快吃，我又要抢。好吃，好吃。太阳好大，受不了了啦！已经晒昏了哈，眼睛都张不开。对啊，我们不是才刚吃完贝壳冰而已。对啊，对啊。我看找一下看有没有冰可乐之类的，冰可乐、冰汽水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哎，那边在干嘛？哎呦，有人在喊救命呢！等等我哪会啊？我又不是专业的救生员。没有，你当溺者，帮我做。我不，我没有办法当溺者啊。对啊。好，那个，请问一下哈，这个谢大哥对吧？好厉害，好厉害哦。而且他的哥哥哦，是我们高雄市长的弟弟。对对对，长牌大哥你好。那没关系啊，我哎呀，开始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啊，最后两杯，我是三，第四个咪就抓。对啊，两个人之间玩，不两个人哇，当年经验。冰果汁哇，这比 CP 量还好用。对，够，那个冰果太不行了。啊，冰果汁，哎，这里有点，有点冰果汁。对，这里有点。来，谢谢哦。哇，那这个感觉不错，你看。迷路了吧？太贪吃了，哇，好不好吃？好好吃哦！哇，天哪，太好吃了！哦，真的，那个叫臭豆啊，那个在那个叫象鱼啦。啊，不知道就问人嘛。那里还写了欢迎光临，我靠，我求啦。跟门口一块石头写欢迎光临。对啊，好啊。哎，问一下，他们说啊，这里有一个叫做澎湖丝瓜嘛，丝瓜闽南语就是菜龟嘛。菜龟，这个煮面线米粉，菜瓜米粉，好，超好吃的。是哦。哎，小姐你好，哎。哎，请问一下哦，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位菜瓜皇后哈？就是嘞。对。他刚说什么？他就说我就是。哦啊，搞错了，我知道我在。不是啊，我们要找你女儿啦。嘿，菜瓜皇后，你是菜瓜皇后的妈妈。丝瓜皇后不是菜瓜皇后。虾米？你等起丝瓜皇后？对，下集。开始我要开会的。宪哥。那样呢啦？丝瓜皇后怎么啊？没关系啦，做人不能只看表面，搞不好他有内在。对，你好，真的吗？你有哈拉不？啊，哦，他还特地准备给你看呢。渔村艺术家特展出现丝瓜皇后啊，底下啦，真的有证明耶。以枯黄菜瓜为材料创作各种动物造型，竹湾陈美惠，你叫什么名？
陈美惠小姐。啊，将就还自己介绍小姐啦，就是。阿姨的是你妈妈了吗？阿姨的你的囡仔？哎，不是，我孙。你哦，真的吗？孙是侄子的意思。完了，完了，看，完了，你别看麦。但是我要先来看有囡仔。有囡仔哈。有囡仔这个很重要，有没有看到？好可爱。啊，哎，你这从一个布安尼就给摇起来呢哈。你讲丝瓜，丝瓜煮啥物上好食？丝瓜米粉，煮米粉，安尼拜托，给他个拜托你。哦，阿先生来带我们参观一下。好。他用丝瓜，竟然他可以做成很多的作品。阿林今天的怪小朋友啊，来来来，带我们看一下。啊，这个素材的安尼啊。好。好安尼啊，来来来，哎，这里来这。哎呦。哎呦，好多、哦！哇，对，这丝瓜都是他创作的嘛？对啊，好厉害哦！哎，菜龟切过，眼睛发光嘞，你有到点位啊？有到点位的。哎，你看，这菜龟壳，这菜龟壳，菜瓜皮啊，壳啊，壳啊，好厉害啊！这马是来乌龟熊，这样你走啊？哎，这样我走。啊，好可爱哦！哦，那个羊也好可爱，你看我起来还可以。羊也有啊，够老虎啦！哎，你这是。你是卖的还是怎么样？没有，那自己收藏，自己收藏。真的吗？打发时间了。做一个千金良母。他这样讲啊，他那个。好可爱哦！天哪！一个家己的公公做一个贤妻良母，啊，你当听到那分离，做一个。哎呀，还手搁提着那个金蕉吼。对呀，而且你好棒哦，你怎么那么可爱啦？哎，你看它那尾巴好可爱。尾巴的菜龟扯出来了，一头一滴的滴。哎呦，安尼话，俺坐来吃米粉，我下头来这参观。啊，你唔来做吗？做这个啊？做到来吃嘞。不能做这个，我哪有法度？我还是做个简单的啊。我们做出成品，然后才让我们吃的。你要这样先拿米搅啊，好，要不我们随便找东西做。对啊，好啊，可以啊。来，这边。啊，你要叫阮做啥啦？做小老鼠。好啦，好啦。小老鼠，去给我干。啊，我的老鼠。哦，就剪成这样的。对啊，剪成这样。我这修也修个几张。我刚只是不好意思讲，我本身也有菜瓜的作品。你怎么做？还要乱说话？没有，我讲真的啦，你个看我咋了？行哦。先送菜给你，你等下去去收一点。杜神波，我在抽。剪的，你这样训练的训练。你好，爬上来杜，你好，好舒服嘛？哇，好屁股贴来，我的比较实用。你也有是吧？耶、yeah!。什么？你是刷皮洗澡的？哎，这个真正，这我这是真正丝瓜呢。真正的，是臭的。第一种的丝瓜，哦，会使吗？臭臭。这个好像老鼠戴太阳眼镜。真的。阿尼好。哎呦！哎呦！好漂亮！哎，好漂亮！哎，我跟你讲，阿尼好，我老鼠跟你换灯了。好，做甜食的，好啦。啊，无恁面头前。对，对，对。哎，啊，我丝瓜炒米粉，对啊。哦，丝瓜炒米粉。你来，上菜。哦，啊，这做好啊，做好。好。来，讲。啊，这个，你看它无堆哦。无堆，我是用手的。哦。无堆哦。无堆。嗯啊，啊，你打电话来问啊。这么无理一个打电话。我们是都打得不，啊，恁是讲打得不，打得不不溜。哎呀，啊，家里家里个叉子才大了，对吧？哎，这关键看了，看好几啊，看几啊。这这是海瓜子嘛？哎，这是澎湖的水水带货贝壳。哦，好好吃哦。台湾那种贝壳非常。啊，刷碎的对不对？不刷碎。啊，刷碎是金门才讲刷碎。哎，阮家无，阮家这个叫。啊，这菜瓜啊，这个好。菜瓜。嗯，啊，炒好炒，我炒干，切切小小。嗯，对。嗯。这个炒菜熟的话就挂点酱。嗯。好好吃哦。你要问他先生要加冰块吗？不行，要加冰块。我快来上心中了。哦。啊啊啊！啊啊啊！别走开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
迎继续收看周日八点档 Part Two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这不是阿卡吗？怎么会在这边当师傅？对呀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我们是这个。我们刚刚吃了那个沙蟹，你们这有没有什么蟹肉啊？还是什么？刚好是本店有没有今这个礼拜推出有没有一个蟹肉黄金卷香鸡？有吗？要尝试一下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我帮你做，要不要先来几个爱心，就为你的女朋友做一些爱心手点？我可以做吗？可以啊。你要教我吗？可以。那你在这边等我，我进去做了。好。带这么漂亮的女朋友，那边做一下。纱布织绸不够带天。我还要穿哦。对啊，这样才有像啊，你的热料理的那个心态呀，对不对？要不要我教你穿一下？我会，我会，我以前有学过剪头发。帅极了，帅极！我们一人一片，我教你。啊，对。感冒起来。对对。再来，上去。请上。哦。紫菜，把它包起来。我们把脚对这边，脚对这边，还有对这边。哇，漂亮！对，真是漂亮。你笑什么啊？没有，我是为了教你那个是尖的吗？不能有洞，不能漏洞。他人家他是房间啊。那我就要不要吃？要我吃哦。吃哪一个？这个。快点！好，要看你的表情，漂亮又好吃啊，对不对？又好吃，好吃，真好吃的。真的吗？我用的那么好看，你不吃就算了，还给我弄成这样。这个像不像一张复印纸包的一些草？好像，很像复印纸。他们快！哇！哪一桌的？哎，看看这是我的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蟹肉黄金卷三鲜。抱歉哦，公司招待，蟹肉黄金卷三鲜，仙人掌，掌心雷，雷公蛋，蛋花汤，花公子。你是我的乖儿子啊，谢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里面有主菜，就是帝王蟹。帝王蟹，谢谢你，你好吗？妈你好，好吃，吃了吧。那这个是什么？那就是帝王蟹。可这个黄姜最好喝。吃了吃了。你老是说我怕路不够长嘛，我要弄长一点，等一下不要熬死。好了，来了来，好不好吃？里面有民宿，哎，这里面有民宿，哎呦，澎湖有民宿，哎，我想这样会有点奇怪，澎湖有民宿啊，对啊，风景区一定有民宿，我们进去问一下，哎，还有冰室，哎，冰室，哎，哇，在全岛唯一台了，可能吧，对啊，哎，这个很有，海岸休闲民宿，哎，你看，哇，对啊，有人，哎，有出来了，哎，挂号哈，挂号，哎，你好。你是这里民宿的老板吗？对。哎，你好，我是 Nono， 六六的。哎，他们是 Energy， 老板，你好。他们都要经过，哇，看到你的车好漂亮哎，这应该你也了哈。可以。哦，哎，这边哦，治安最好，嗯，都不怕被偷。哦。偷走他运不走啊。对啊。你要运到台湾怎么运啊？对啊。你放到水里就放是不可能的。快点，对吧？看到你本人更帅。啊，真的吗？哎呀，谢谢，那多啊，我来再给你打扰一下。哎呀，真的吗？你里面。有吃的东西吗？有吗？那我们可以进去参观，因为我本来没有参观过澎湖的那个海岸休闲民宿。好，哇，阿天哦，现在煮开去哦。阿涛给阿天叫什么好吃的，老板娘？对。石斑鱼。石斑鱼哦。哇啊，这靠海海鲜一定很多的。石斑鱼，阿你有现成的可以吃吗？没有，要去掉。
钓啊，那个那个要去哪里钓？老板要去哪里钓？海岸边。海岸边哦，走，啊，老板走，去钓鱼，去钓鱼。要小心啊！哦，这个很滑。对对对。是是是。哇，哎，这叫海钓哎。哦。对啊，里面直接就有这个水。海钓，就海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啊，这里也有了，我拿这里了。啊，好 ，OK， 好好好。啊，这个来。好，开始了。现在看谁先钓到。好好好。哦哦，向下摇摆，两分钟，哎呦！啊，今天没有。好厉害，你好厉害，你有动静了。那小子。还有，哎，我这里有接鱼哎。哇，接鱼啊！动静接鱼啊！对，接鱼。零分，零分，就零分。太零分了，真的吗？接鱼。哎，有哎有呢，我好像有。哎，你看，坚持鱼，我们自己钓的，再看谁会一点。对。哦，芝麻石斑鱼，芝麻石斑鱼。嗯，好感动哦，自己钓的。对，那问题是好好吃哦。嗯，那就买。哇，好香！自己保住哎哦。有，要上网沙鱼的。这首歌跟我们刚刚的那首蛮接近，真的蛮像的，然后可以跳舞大师。好。听过一个就是撒旦跟那个魔鬼的一个信息，哪一首歌？又拜谁谁我那撒旦，马上离开，免得我的债，我奉主的名让你在我们中间代表，还双手摊开，抚慰你神在，凭着你今天我们刚能壮胆，我的石斑，我的台皮，我的柳橙汁，他们两个慢女，他们两个慢女，慢女不会押韵。螃蟹博物馆，哎，真的有螃蟹，而且活的哎，在爬哎。麻烦一下，我那些螃蟹跑掉了，帮我抓过来一下好不好？哦，好，抓过来一下好不好？好胀胀，哎呦，这个叫做和尚蟹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叫做雷公，好小一个哦。哎，你在干嘛？我在把它的肉挖掉。拜托，你有寡行哎，拜托，哎，这个肉就是螃蟹，就吃肉，你给啊提供来哦。你不是要雷公鱼，你要提供公鱼，我跟你讲，我明天你做啥你吃的嘛，啊，无你把收藏掉哇，我提到台湾好不？所以好。我们这边哦，有一只很出名，这只，这只不错。这只小，哎呦呦，这只到目前为止吃过它的没有鱼活下来，都是这些都有毒，这些螃蟹它有毒，你还叫我们帮你抓？有毒你抓它来干嘛？你要把它做抛掉做成标本。哦，做标本啊？对。你咔嚓恭喜博物馆，我这里刚好又带一只来哦，也是我自己做的，我等一下拿给你。我这一只肉也是抛掉了，你
你来。你往这。好。女工来了，都给我攻击。你女人攻北才威。哎呀，这个有毒啊，你手上摸不会。它这个是食用毒。哦哦，加了这叫毒，它才会中毒。阿烈去吹吹，带我们到里面参观一下。好，哎，那一只有没有？那一只叫什么？那个绣花脊，熟肉蟹。绣花脊就是它的背嘛。就是它的背上布满绣花的绣花，哎，就是它背上布满它绣花的图案。那到目前为止有吃过的没有？绣花没有一个人活下来。哎呦，拜托给阿弥陀佛，来，我们带你去参观，带我们进去参观。你的这个要捐给博物馆。这家哎，这家也捐给博物馆。来，进来进来。哦，好多螃蟹。对，哎，我们博物馆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就是螃蟹最多。哎，我们现在做到现在目前为止已经快超过10000只。看熟之后做的螃蟹是，对，我们这一柜我们就是特别介绍这只，它是所有螃蟹中眼睛长得最长的，哦，叫看守长眼蟹。看守长眼蟹，它是螃蟹中的偷窥狂。哦，螃蟹它的眼睛可以长这样，就这样子。像这只有没有？你自己看，它就这样竖起来，它可以看得很远。它这边呢？这个啊，我们对，我们把它全部做成标本，其实我们就是要看这些深海深海怪蟹。这个在台湾哈，目前只有一只标本。哎呦，哎，它好怪哦。它这个深海怪蟹，它是日本人帮它取名的，帮它取一个科叫深海怪蟹科。它身上有黑点哦，暂时跟它取名为颗粒怪蟹。这个名字只是暂时的哦，600到800也是我们抓到它的深度而已。是哦，对，我们根据渔民讲，它实际的深度可能还是过800。这么大一只，这个肉可以吃吗？这个它目前是讲说深海蟹都没有毒，有毒的都出现在前面。哦，啊，我们做标本肉都有吃，只是这一组我们也。拿这个人面蟹，人面蟹，哎，人面蟹，看它背上有一张脸，对对对对，看上去有一张脸出现，对，它叫人面蟹，那是人面蟹科，是不是又俗称蜘蛛蟹？他们都俗称蜘蛛蟹，因为深海蟹的脚都会比较长，比较长。哎呀，你家够奇花呢，哈，活的一样。哎，你看还有这个。它不是石头，哎，这个你还以为它是假的嘞，结果是真的，这个叫鳞蟹。哦，你自己看，我旁边这个是，哎，真的，哎，旁边还有活的。它不是石头，它是一只螃蟹。哎，你给我俩，你去睡觉一起下。那三龙虾，三龙虾属于稀有的动物。哎，这个是虾，好漂亮哦。对呀，啊，那个蟹看起来像一坨石头，对，有没有？它就是天生就是长这个样子，它一样哈，不能吃，哦，中等毒性。啊，这一次比较奇怪哦，这一次算是龙虾的祖先。哎，祖先，它是出现在地球上最早的龙虾。哎呀，脊龙虾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啊，对，龙虾有脊椎的，脊椎的，它两只触角也不会弯哦。对，天哪，因为它住在深海的泥地，它两只朝前侦测不需要弯。所以现在还看得到，还看得到，它还在生活。比较稀少。对，是从它演化到我们目前所有龙虾的物种。哦，啊，来。刚挖好的，我今天刚挖的。哦，我们来做一下标本，好不好？好，做一下标本。这个我们现在八只脚全部把它固定，我们就直接把它脚出来定在保利龙里面就好了。轻轻的把它定上去哈。对，轻轻的把它定上去，定在保利龙里面。我们先中间把它固定一只，好，就站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哦。中间先把它固定。哎，阿瓜那条没后手。这样子，先把它展开。你一定要张这么开吗？我可以捏吗？哦耶。这样看起来很像这样子，如果这是长面好，我的这次比较大一点，哇，大概有重量，比较大一点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我懂了，你现在先把它固定下来，然后要泡药水之类，没有泡药水，是泡药水下去它的，啊，你这样它就会固定线上吗？对，然后我们大概等它一段时间过后拿起来，它就可以真正能干燥掉。啊，它手就不会再掉，手就不会再掉，然后你就上胶。好神奇哦！哦，还要上胶了。对，就是个样子。看它对，好简单哦，太棒了！把它们这些全部都拿。哎，不是啦，我们来这里是要吃冰的嘛，要吃那个叫什么？粉圆，这我们今天粉字头嘛，对，粉圆是国宾，粉圆什么冰？粉圆冰都可以了，青菜。我们这边旁边有冰店，我帮你叫过来。本源是国宾嘛，好，马上帮你叫过来。一碗，那我们后面吃一碗就好，因为吃不完，一碗就好。我们后面有做螃蟹，然后20根汤螃蟹，每一碗好，多少？好，一碗20。好，来，哎，传统的是国宾的，好好吃。本源是国宾。嗯，这款真的很好吃。我帮你尝试，我们后面这一届都是螃蟹，它有毒没毒？我们怎么知道有毒的话？你就像我们这个卖的都是毒蟹嘛，哈。好，你现在注意看，好，你看，它比较共同的特征就是它的颜色太过于鲜艳，比一般螃蟹鲜艳。
对对对，啊，黑夹子，它夹子出现黑色的，就跟蛇三角头的基本上就有毒。它就一点点黑了，对，一点点黑，可是它长得太漂亮，你不觉得它很可爱吗？对啊，颜色太过于鲜艳，出现黑夹子，啊，有的红的，那个活的时候眼睛会出现红色的。哎呦，对对对，红眼睛黑夹子，颜色太过于，哦，那个就是有毒的嘛。而且它们的毒是属于神经，所谓神经。哎呦，那目前没有两点，不该有目前都给你都抓起来，看你分量，分量够的话就挂。对对对，谢谢你介绍那么多。对，谢谢。那我们赶快出发了，好，谢谢我们。哎，这里有这个红红名产呢，哎，好可爱哦，红红名产呢，哎，大哥，弟弟，你要看那里啊，耶，不错，还小女生就是这样，走到哪里吃到哪里。小胖，不要再买了。小胖是谁啊？小胖，小胖是谁啊？有仙人掌冰吗？仙人掌冰我要。我也要来一个。啊，哎，这个不错。还要包装啊，好辛苦哦。买这么多干嘛？哇，好可爱哦。啊，你买这么多干嘛？需要给家人啊，给家人啊，给妈妈。那这女生就是这样，买这些回去还不是你就可以开杂货店了，自己开一些的。难得过来啊，可以去买点。你刚进了那20箱，要进台北进哪里？什么？三哥，你知道我要买那么多，干嘛进进了20箱？我是开杂货店的。好了好了，哎呀，老板娘，你搞我闹苦。嘿嘿嘿，印刷厂也进来参观一下。对，印刷厂，哇，好棒哦，这里面冷气好凉哦。对啊对啊，你是老板是不是？哎，老板你好你好你好，我是 Nono， 对，他们是 Alan。你好，老板你好。对，他叫牛奶。你好你好，他是阿迪。阿迪。然后昆达梅达，他是创伟。对，阿迪来，哎，老板你好，老板你好，哇，应该是听你的店员讲的哈。我们有 CD 啊。啊，真的吗？等一下拿出来帮你签名，好不好？没问题，好，我们参观一下好不好？你这里这么多东西，哎，老板你来介绍一下。哇，这是完成的活板。啊，说出来有这个，你看看，1940年制造的打孔机，打孔机哦，哇，都保存一些古物啊。哇，那九孔不能打哦。对啊，对啊。打孔。喂，好，可以出体验。体验哎，出体验哦。对啊，出体验。可以出体验哦。哎，老板。说说，不要离开我。我要出体验。啊，是什么叫出体验啊？对啊。你来这里吃饭，你要站在这里坐。对，来，进去。这个是日本时代印名片的一个木盒。哦，印名片的木盒。印名片的木盒。它那上面这个是名片吗？还有。这个是拓印成那个是严谨的。哦，是严谨的。哦，这是澎湖最有名的。好，来，我们来上墨。上墨，上墨。对，来上墨。因为油印要有墨。哦，要墨，要墨，要墨。那要叫那个书童来磨墨。对对对。秋香啊，秋香磨墨了。我们诺拉，你直接上好，直接上，哎，啊，没问题，直接喝完了，没事，没事。他叫我滚，啊，你滚掉，我要跟。我先帮你示范一次啊。老板，不要说人家，怕你吃太多。对对对，这样对，啊，你手要放在里面。不用。再就下一下。这样就好了。哦。这感觉好像古代在印钞票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对啊。你没有感觉，你看吧，我盖一个给你，比较比你还漂亮，给你。来，盖，这样就可以。哦，猫哥对墨水最有把握了。对，打工的，就是在赶这个了。赶这个了吗？油漆工，漆工，油漆工在赶呀，赶一下，赶一下，接下去。是啊，那么呢，这个要经过7749遍之后，我们再好，时间经过，叮当叮当。转眼间经过了49页，我们来打开一下，翻开我们的课本 ，Lesson One， Egg 与子弹 ，Egg 与子弹，哦，哟，哇，漂亮，哎，云呢？嘿嘿，哎，这个是你看，秋香，你这个失败，呀呀呀呀，好棒，你看，哎呀，经过49天就是比较重要，安利合格不，老板，安利合格不？
哎呀，还可以，99分，谢谢谢谢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谢谢，哇，让我们有这个古老印刷技术的这种体验，对对对，好不好？哎，我刚刚看到他进来门口有卖 T 恤，卖纪念品，还有卖吃的，对不对？嗯。吃的，哎，有卖吃的吗？那是我们自己吃的。啊，你们自己吃的。我刚刚看到桌上那一罐，那一罐。看看看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鱼酥。鱼酥哦，还有澎湖的最有名的呀，掉了掉了掉了。哎，对，那就来一下吧。我来一下，来一下，来一下，来一下。这个鱼酥好吗？鱼酥，哎，鱼酥，鱼酥，哎，红烧猪肉。糖醋，糖醋石斑鱼，糖醋石斑鱼，糖醋石斑鱼。鱼酥，今晚哎。一人再吃两只，我们要去拿米饺。好，加油！啊！先生，你 OK 吗 ？OK。OK， 我怕你一点，放心。哎，在这里蛮安全的嘞，应该不会太难。后大卖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欢迎您继续收看周日八点档 Plus Three。哎呀，来到这个啊，澎湖啊，这个皮就背紧一点了啊，跟海洋一定有关系的嘛，是吧？对。会不会游泳？会。那听说今天的关主啊，长得跟鬼一样。又来了啊，在那里，在那里啊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啊，关主，关主哦，哎，我们今天要怎么样过关啊？很简单啦，很简单，等一下哦，不要丢丢。喷射标准，然后我们用喷射赛艇哦，多准！喷射赛艇，对对对，这个就是比赛用那个 injection， 这个是很厉害的。对，时速听说可以到100海里啊，相当于那个160公里啊！哎呦，好恐怖哦！我家有两台。乱讲！乱讲真的，真的可以到100海里。对对对对，算他啦，这个等160。待会试看就知道了。他然后用它来拖我们，对对对，神经病。香蕉船的那关根他在玩的，你搞一个什么东西？我们见鬼了！怎么他怎么可能啊？你一定会把你推到海里。不会，这保证不会。而且叫做天的啦。对，这保证不会翻，保证不会翻吗？对。等等等。那什么玩具？你们不要坐在后面哈，坐后面。然后我在好好。先把米饺在前面那边，然后让米饺算过关。拿到米饺就是对。我们坐在后面哈。我已经开始练习，慢慢开始练习，有你的日子。好啦，准备啦，准备出发啦！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。哎，不要太刻薄啊！这条船听说最苦。哎，加油加油！哇，要把小孩引起来，加油！那个在那里啊，米饺在那里的。
么进展呢？等等，我来。
你那个距离太远了啦，要开近一点啦。那再来一次。现在我说我想玩，不想了。现在看看掉下去，不想玩。看看加油！好，快出去了。看看。甜甜来招待哈，小甜甜，变色了，我们都找不到你呢。啊，你铁棍的米角，你每次都担任小天使。对，对啊，你一定来哈。啊，你不赶快过节，我们今天要过关，对，要拿什么？那是什么人员？哦，要你拖的哦。对啊，拖啊，啊，你铁真是可爱。别在冰船了哦，那有可能，那就跟香蕉船一样啊，就是出去一定会翻啊。真的吗？确定。哦，啊，就安尼来换衫，爱穿迄救生衣嘛，爱穿，啊你拢穿好啊吼，拢穿条的，啊你那呢？你用当头拄仔遐个讲拍无物件，你用穿吼，遐条我听讲拍无衫游泳圈，你拢用穿了，啊，伊安尼安尼啊，啊，让我们去准备换衣服，刘叔叔好不好？刘叔叔加油加油，刘叔叔，哎，不能掉下去，掉下去要扶好，不能搬掉，不能搬掉，对，不能搬哦。要抓紧，我们脚跟脚会抓紧的。喂，小蔡哦，脚抓脚，脚趾头要十指紧扣啊。很难呢，很难呢。现在牛尾组要出发了，加油！哎，走不动了，哎呦，然后，老板把它搬下去没关系哦。屁股很痛，手很酸吗？手很酸。小心，难道跟我发觉啊？其实
并不是因为船会抖，然后让你会翻船，是因为它那个水上摩托车一直在喷尿尿，有没有？尿尿小水一直喷，喷到脸上，然后这样子哦，要拨，然后要拨，然后一放开就有可能会。对，等下诺诺你们要小心了，我们平衡感好在台北。对，好歹我有90公斤，怕什么？不会翻，不会翻。好，我们加油，加油。来，安妮好，哈哈，哈哈，臭倒霉，尿尿带不动，尿尿都是啊，想下来了。那个刚刚发现那个诺哥跟那个阿迪的体重其实有点不一样。对啊，刚刚诺哥说他是整个船这样子，有没有发现水上摩托车突然没出来一点事？跑不动，马力不足啊。哇！我们等着看他们翻船。对啊，一下他们翻船了。回来了！哇，这样蛮稳的。哎，刚刚那个翻下来那个，砰一声，好大声，好大声。敲到头啊！他们回来的时候敲到头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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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知道惩罚，对对对，还不知道惩罚什么，我去问一下小天。好，你好。那你不看看处罚，处罚你啥物？我有那边最羞蓝吗？羞蓝。最羞蓝哦。啊，我先淋他好了，来吧。对啊，来吧。好，好不好？来吧。我这看起来真的很冰。水就好了啦，要加冰块吗？先生要加冰块吗？哦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准备了。一。谢谢。
好啊，这里这里阿福的店这里嘛。哎，老板。哇啊，你就是阿福啦。啊，你这里是做什么？我们这边哦，就是让光客能够到海边玩。哦。那他可以写一些贝壳跟沙来这边，然后做一个纪念性。做纪念，但没有了，我们要说弹珠汽水呢。有吗？在哪里？在那边。哎呦，太好了哇！哎，没有，这是他们这里的特产嘛。他这个打开就要技术了，有没有？他从小就很……你有没有听到有童年的味道？对啊，来，那我们就边喝汽水边做一个，好吧？那我能不能自己写字？可以啊。透明的啊，哦，我懂你意思啊。你可以写一个笑话放进去。因为你喜欢讲笑话，不要，我要当然要写一段浪漫的，我最浪漫的你啊的阿福啊，哎呀，我念金金啊嘞，阿福都不知道我最浪漫，然后放两个海星，多也不要，多也不要，就是两个海星，就是两，好吧，啊你也做一个，我也做一个，除了写字之外，可以放什么都可以放，可以放照片，照片也可以，真的，可以放照片，哎呦啊，今年加油，好。他写得好哦，哇，他背景好漂亮，天哪，好爽的，黄都用原色的，他还用染色的，拜托，不行。哎，我写好了呢，好了，好感动哦，真的好感动。等一下，没有人看到你，只有你自己说这么感动。我属于自爽型的，各位，幸福握在手里是没有感觉的，而放开的手才知道幸福是什么。给平凡，全部都有，一起合唱。We are the world. We are the world. We are the children. 哈，很难听，我们再来一次，把它做好。哎，我的瓶子。啊，是，对，好了。你要做好。我的非常特别。你拿来看看嘛，你做什么？刚刚在地上捡到一个很有趣的爱。真的吗？小石，对啊。你要先给大家看。硬是把男朋友照片摆在里面。这是我的驾照啊，漂不漂亮？哎呦，哎，真的哎，你怎么那么无聊了？真的，我驾照是靠自己考的，好吧？好，那这个就你带回去新加坡，摆在床头，没有办法看到我的日子，你就看照片。好，勉强接受一下。我的也完成了，稍微介绍一下。稍微介绍一下，垃圾桶。啊，这样吼，你甲看麦，佫旋转的吼。啊，这样吼，李红啊吼，透早伫个吼平遥鱼港啊，去食起来。啊，第讲人讲臭毒啊，啊，人讲迄鱼偌好食，啊，对啊吼，你甲看，好出水的，我哩啊好食。啊，这个吼，李红啊是要提去等只滚水。喂，听不懂。可以啦，可以。好，现在做好了，我们就带着这个愉快的心情。好吧，哎，还要去吃什么水晶鱼啊？吃完才能敲锣嘞。那赶快走了，一二三，飞。哎，你这次学聪明了。好的，有些话我不好意思讲。对啊，你自己看嘛。我自己看，又来了。刚好我最近手头很紧，可以借一点给我吗？好，原来刚才所做的一切就是啊！加油！借一点啊！借一点给我！先走开，广告之后还有更爆笑的哦。来，那边酒吧，哎，好棒哦！民宿，这里是这个最悠闲的地方。你好，你好，哎，老板，老板你好。欢迎光临，不用，穿进来，穿进来，可以，欢迎光临。哇，这是民宿，是，看，好多人哦，就是他们都是房客。我还以为是你的家属，我以为要来给我打理，串。哎，弟弟，哎呦，握手，一定要，装可爱，装可爱，你好可爱啊。
松，这里片啊，这个是啊，叫阿松，这是香啊，哎，叫阿松，你好，你好，哇，你小米瓜都在用，好啊，那我们总不能在这边看他表演吧？我们还是要点一个东西，好啊，有没有冰？有，我们有半边水，冰的半边水，对对对，好啊，好啊。可以啊，可以。那还有什么好吃的？老板娘做这个海鲜面线。海鲜面线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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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就等你了。好，可以，可以，等你哦。好了，你要拍专辑啊？来了，哎呦，就是椰子水啦。哇，嗯，好喝，嗯，好喝。今天跟我一组还觉得快乐呢，还蛮快乐。快乐，你看，在这个异乡啊，喝着这个冰的椰子汁，吃海鲜，看着这个可爱的小朋友，真的有一点想成家的感觉，我带给你一些浪漫的感觉。你也知道，我也三十好几，最近又失恋，然后我妈妈昨天又打电话来说她想要抱孙子，我很难为情，所以今天我趁我有一点点这个感觉的时候跟你表达，你摸我的心跳得好快，哎呦，你怎么那么出息，老板你跌倒哦，我在谈恋爱你跑来这里，你这阿公的人哪个萧哥他王宇杰了，老板海鲜面线是哇，好特别哦，海鲜面线不一样的哦，老公你这民宿哦竞争力足够的，所以当天哦都有自己的这个私房菜，对吧，哇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你想不想有一种浪漫的感觉？其实啊，姐姐，我跟你讲，你刚刚我很紧张，你又跟我开玩笑，有一些话我不好意思讲。真的吗？对啊，你自己看好了。我自己看。又来了。我知道你这些日子接了很多偶像剧，刚好我最近手头很紧。可以借一点给我吗？好，原来刚才所说的一切都是啊！站住！借一点吗？不要啦！借一点给我！要不然海鲜面都给我吃。真的吗？好，没关系，多吃点。哎，老板娘你好。哇，你卖啥行？这么多物件哦？鸟兽哦？那不是鸟兽啦。特产干贝，好干贝哦！哎呦，哇！阿你灌肠有好吃无啦？足香的，阿你敢有烧？无啦，我只问你，你有苏打水无？我在自己拿是不是 ？OK， 好好来来。有有有。好。苏打水。苏打水。苏打水。好水啊！对，苏打水。啊，汽水就是苏打水啊！哦，对呀，对呀，苏打水敬你们，祝你们唱片大卖！哎呦哇，有东西来了！你老公自己刷的？哦，今天从事这么多水上活动啊，可以来喝茶，热的呢，真的都是唱片来 ，OK， 来弄来，哦，来来来，哟，哎。这个是海胆烧鱼的。哦，乌尼乌尼。哦，好好吃哦。哎呦，掉出来啊！海胆用烤的。用烤的海胆。口味也是不错。嗯。用双螺嘛。哦。哦，这什么名？哇。哎，他就直接要到红烧烤的。好。干贝都有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啊，灌肠我这两条啊。哦。哦，对，也跟同事
哇哇，那我这一颗哇，石头蟹这长得像石头啊。那你马上问他一下，你会不会唱？是你的身家。对啊。哇，好甜哦，好鲜美哦，哦。好，不打腿再见。有没有看到？只要到澎湖问我就对了，我大概是全世界到处都有朋友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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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开玩笑，哎呦，嘿嘿，金龟车，哎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 ？My friend， 跟我念一遍 ，My friend， 你好，你好，哈，就我朋友头家，我讲你好，朋友家上好吃的海产就是那边，啊，你好，好，来来，你好，哎，成龙快去，金龟去。来来来，我帮你开门。啊，谢谢。哇 ，gentlemen。Sure。It's my pleasure。哇，你好有品味啊，怎么还知道要买金龟车？没有没有。哦，哎，老板啊，哎，我们最后一道要吃那个水晶鱼。水晶鱼对。有吗？有吗？有有，我给你准备好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我嘞，你这个水晶鱼都是很老啊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哎哎哎，到处都是友人。对，到处都是朋友。对呀对呀。啊，到了到了，哎，光顾，这三一走啊，哎，夕阳我们可以吃，快回家，我转转转个地方，那个，我这里做成一些影片，哎呀，有没有看到？我们现在啊，老板带我们往地下室走，心里面有一点忐忑，但是呢，还是来了。哎呀，到了，我们下车吧。哇，下车下车，哇，老板，哇。我们以前这边是个戏院，是吧？我爸爸以前很喜欢看电影，是吗？是吗？所以那时候从小一直都喜欢看电影，后来他就立志说要以后要开个电影院。电影院？那我们民国57年这边是一个电影院，哦，到民国89年才建，是吗？那这个就放映机嘛？对对对，以前电影院呢有存了差不多1000多部的，这个还可以播吗？还可以播，还可以播。那赶快今天就播给你看，播给我看。好的好的，好来，播起来了，播起来了，来灯关掉，咱们看电影。哇。只有两个。Oh my gosh！ 他现在要把他的那个蛋蛋去掉。哎呀，污染头家那个。好可怜哦，把蛋蛋去掉。哇，啊、这个转速哈、哦、都不太正常。因为这机器足久啊，哈在。40几年。哇。哇。太好了，哇，哎，头天，忘记了啦，我们要吃那个水晶鱼，我来，好，我准备好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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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好好好，感觉一下就好了，哎，阿你等下放电影，你加袂共插着老电吗？啊，没有，哎呀，这个人竟然隐瞒他一个真实身份，等等，你的干爹，你怎么知道？干爹，来来，我们两个去看干祖父了，走走走。哇，哎，建哥，来，这个水晶鱼，哎呦，天哪，哎，这水晶鱼，哎，灯灯灯灯灯，哎，我以为是那水晶鱼洗的灯灯那块，对对，它都是经过加工，哦，加工的，香了，那我们就来了，阿力哥，阿力，给啦，力来，力坐下来加，哎，原来这个水晶鱼它是加工过了，加工过了，哇，好好吃，好好香哦，甜甜的，嗯。哇，哇，好吃啊！天哪，一眨眼之间竟然就来了老鼠，很少啊！我跟你讲，这吼不是少年而且他要找到大的都难。对，那差不多这个 size 最好吃了。对，那个手掌，哦，大一点。你看，先切两个，越细越好。这特别为您，谢谢。这很少。哦，这碗这碗牛豆腐来一碗，豆腐来一碗。最后一道菜的，最后一道菜的，嘿嘿。装爱傻，没有啦，傻爱装啊，爱装爱傻。我先对不起，傻爱装。走。可是这一组又是你。哇，你好。哎，欢迎，欢迎，欢迎。好，我这个地方，好可爱的地方。
这个地方好悠闲哦，好特别哦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就是听说雅爱庄。对啊，听说以前是这个什么县长的。对对对。这什么？县的地位县长。就是官邸。哦，官邸啊。对。啊，现在变成这样子啊。那我们也长话短说了，我们要水晶鱼。水晶鱼。好不好？好啊，不会麻烦你的。越快越好，我们要去敲锣了。对，好，谢谢。来，哎呦，啊、好快哦！水晶，水晶，这个就是水晶鱼，用手吗？嗯，是吗？好吃，你好，嗯，会口渴，会口渴，有没有饮料？有，马上到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来，这是澎湖的海水。什么？澎湖的海水？对。人生病了。我们怎么喝海水、啊？我又不是你。听海，喝海水会提神，是吧？你喝看。你们还有水果、啊？哎、欸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调酒啊，这是调酒，这是最好的见证。哦，我吓死！哎呦，你也知道我是不喝酒的人，你还弄酒给我喝，真是的，是不是？蛮浓的嘞。真的，我为什么喝不出来？喝酒。你家的水果，看能不能喝得水母。水母。水母。对啊，这个是现捞的海水，你们带。嗯。喝到水母。卡在这里。别走开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你敲吧。好，我敲。小胖，给你敲，小胖。摆了一个周日八点档，然后在那边敲你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十字路口，来自台湾，我是康康，他是王宇杰。今天我们两个冠军，原因是因为我们两个是小胖。Yeah.